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今天来种这个是芹菜管。那现在钩钩已经拉好了，那我要来分苗。这个分苗哈，你看这个很小，很不好拿呢哈，要小心拿。啊，有时候怕说这个太紧的话，我们不好拿捏的时候，下面稍微压一压的哈。啊，到时候会比较好拿。这个下面这个，给它松一下，因为它稍微干就好拿，你太湿的话就不好拿。一般我们在育苗这个芹菜管，这个花芽一般天气冷下来，它才比较好发芽啦，天气太热就比较不适合育苗这个芹菜管。那今年有比之前比较早一点开始种植了。那今天就是说开始种这个，我是拉三排。那我的距离原则上是这边二十几哈、间隔。那这个方向我是大概二十五到三十啦，差不多三十这个距离。然后拉这个钩钩，我就放在钩钩中间，然后土给一点，这样子稍微压着就好了。啊，芹菜管我们刚种下去的时候，起先它要生长很慢，它没有那么快。啊，等到你活过来要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开始生长的时候，那时候才会冲快了。一开始时间会拉比较长，看起来种下去长不大颗，它一开始生长比较慢。这样子，土凝聚一点啦，让它固定就好，不要种太深。一般哦，我种这个芹菜管哈，我会怎样？我会尽量种在旁边，周围容易方便淋水，它要带水气才会比较嫩。啊，当它我们一般种起来，开始在抽台的时候有点高，你感觉呢生长有拉，开始在拉高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从旁边架个网子的高度，把它围起来。它这样子生长有助它那个抽台啦。啊，另外阳光尽量不要太直接照射到啊，因为围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怕风吹啦。啊，不然你风吹太大会容易吹断折到。像这个芹菜管，一般我们在育苗，有时候种子撒很多育苗，像这个长很密，这个可以一分为二来移植的。啊，我们到时候种的时候，芹菜管长起来长大才不会太密集。啊，你移开是有一个好处，是说分散掉比较稀疏，它长起来以后这个芹菜管会比较粗啊，不过当然是不建议分苗啦。啊，只是说你分苗的时候要特别照顾，因为分苗不好的话，又怕种不好哈，反效果啦。像这个，我这边有比较密一点，像哦，我这个即使苗我都尽量不分啦。啊，如果要分的话，很小心哦，把它从中间慢慢分解。哦，你看。这样分解掉两束块头还不小啊，那我这个先放这里。
那、啊、这个我们就要小心哦，不要说把它弄散开，散开的话就变成反效果。这个，我刚才一分为二，就是这个跟这个。那我是尽量不建议说分秒啦，因为分秒哈、哦，你分不好，它会散开，比较容易散开。啊，你一淋水就塌下去，就影响到它的生长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觉这个苗还好的话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分。哎，像这个苗哦，量数量还好，所以在育苗的时候尽量种子适当，不要过多啦。过多的话就是太密集，长势分苗势必影响到后面的生长。分苗我是感觉因为比较不方便啦，因为分苗是因为长得比较能够大颗啦。啊，你不分苗的话它有粗有细啦。这个芹菜馆已经种完成了、啊、接着就是要淋水啊，像这个我们最怕水从上面淋，所以说在淋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而且是三排更不好淋，所以说小心的去淋它啦。啊，这个一般我是尽量用灌水的，旁边水去啊，久久上面稍微淋一下，因为你如果一直从上面淋的话，怕会把它淋塌下去，影响到它的生长。那芹菜馆啊，刚种下去，我们尽量不要正从上面淋，从旁边淋，让它水去跑到那个种植那个根系那边就好了。